截止我们最后的投票截止时间，现在为各位正式公布2016微博 Queen 的得主范冰冰，2016微博 Queen 的得主 TFBOYS。 有请范冰冰和 TFBOYS 上台领奖。在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我的 OPPO R9S 呢，赶快记录一下这一时刻。来了来了，从那边上台，在那边上台呢。我们有请冰冰和 TFBOYS， 请各位到场中。是是是，好。微博董事长先生为范冰冰和 TFBOYS 颁奖。我们到台中，啊，今年的微博 King 和 Queen 跟我们的这一次的联合主办浙江卫视也非常的有缘。我们知道冰冰在我们的挑战者联盟当中是固定 MC。而 TFBOYS 当中的王源是我们王牌对王牌的王牌队长，相信他们会在这位获得更多的大丰收。来来来，您各位先合影，合影完我们再一起合影。曹老板先合影，先合影，这个我可不敢打断啊。曹老板合影啊。好。好，谢谢各位媒体的朋友。现在是来，来来来来来 ，OPPO R9S 啊，拍的跟单反都一样，来吧，嗯。来，哦，那高一点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各位都进都，我拍着了吗？来来来来，三，来来来来，三二。好，谢谢。这么好的，各个角度都拍，你要不要一起？不不不，我们就赶紧咱们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心情吧，好吗？咱们就请冰冰先来。谢谢新浪微博给了我一个这么大的荣誉，这也是2017年最好的开始的一个礼物，也是年底最好的一个礼物。谢谢新浪微博的所有的朋友，谢谢国伟大哥、毅毅啊、吴赫、小玉还有王晶，谢谢大家这一年以来的所有的努力，还有新浪微博的所有的辛苦的同事们啊，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荣誉。来年我们继续努力吧，谢谢。谢谢谢谢 Cream。 那接下来三位 King。 首先谢谢新浪微博，然后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粉丝们，然后新的一年我会多发微博的，嗯。首先谢谢新浪，然后呢2016年其实有很多在微博上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，所以希望在2017年大家能够继续支持 TFBOYS。 新的一年我们会继续努力的，也谢谢所有的媒体朋友们还有粉丝朋友们，谢谢。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人，然后还有现场的各位粉丝们，然后希望大家期待2017年的 TFBOYS， 谢谢。谢谢，恭喜我们的 King 和 Queen 啊！希望将来有新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请台下就坐。谢谢，恭喜你们。King 和 Queen 已经为各位揭晓了，当然这还仅仅。